文杰，文杰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啊？你不说今天晚上回咱妈家住吗？你是希望我永远都别回家了？你是不是让我永远都别回家了？上哪儿摊你们家事儿？你这一大家子！ 大过年的就把我妈一个人撵走了，我就看着我妈一个人回到那又黑又冷的屋子里，你说我心里难受不难受？你是人吗？你们这一大家子人，大过年的把我妈赶走，文杰。 妈，关灯。你还是上床睡吧。有脸呐，让街坊邻居都知道。 大年三十，我让你轰回来了，欢迎大家来拜早年啊！
行，我又没事儿。那我们8:30吧，新大都门口见，好吧？嗯，拜拜。天天，再吃两个饺子吧。你这是上哪去啊？嗯，奶奶，我待会儿跟同学有事儿，中午就不回来了。嗯，我现在走了，奶奶再见。嗯。啊，喂，立仲啊，啊妈，啊，我们起了啊，你好吧？我挺好的。立群在吗？嗯，立群他们到他丈母娘那儿去了，你们今天有空就过来吧。你要算了吧，妈，我们怕了他那老丈母娘了。我们今天好不容易睡个懒觉，你也真是的。再说吧。妈，我来。哎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呀，全买回来了。哎，文姐姐，全都买回来了。妈，你看，干什么呢？把超市搬家里来呀？没买水果呀？买了，这儿呢。啊，这还有肉，得赶紧放冰箱。啊啊，别磨蹭了，啊，快回去照顾你妈和天天吧。妈，那边我都安排好了，让天天啊陪我妈，我和文杰来这儿陪您。来来来来来来来。点水。哎，点水。饺子来了，妈，可以吃了。立群买的暖风机还行吧？你晚上啊放床头。妈，暖和吧？暖和顶什么用？你这么起劲儿给我买这玩意儿，不就是怕我再住回你们家吗？我才不领你的情呢。妈，醋。妈，这今天您这话呢，既然说到这儿了，那我也不跟您玩虚的。如果您愿意，现在我跟文杰就接您回家。大过年的，把您一个人放这儿，说实在的，我们心里不落人。如果您不愿意，那您就再忍几个月，等天天考上大学，我们立马就给您接过去，让您好好的享福。是我们商量好了，只要您同意。行了行了，有你们这句话就行了。我才不想当你们家去搅和你们的破事儿呢。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。那您不生气了？呀，又是一月。啊，那行了行。行行，我就过来。不要去医院。妈，我不能陪你了啊。哎，走，你不吃点再走啊？不能吃。啊。别再生气了啊，妈。没落东西吧？没落东西。啊。文姐，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好，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。哎，就别送了，大过年的，你陪妈，把她哄高兴了啊，哄高兴才能走。你就帮我大妈。过来。那你去医院吃点东西啊！哎哎哎，快进去吧，好冷。
今儿大年初一，咱娘俩喝点小酒。妈，这第一杯酒呢，我先敬您，祝您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。哎，我干了，您随意。哎。第二杯酒，我自罚一杯。我没有照顾好您，也没照顾好文杰，我认错。吃菜吃菜，别光喝酒了。妈，这第三杯酒，我替文杰向您赔罪。你是不是馋酒了？一杯一杯的灌自个儿。您最近心里要不痛快呀？您冲我来，您使劲的骂我，狠狠的骂我，我都虚心接受。只是您别再怪罪文杰了。昨天晚上，文杰哭了一宿，着了凉，自己都病了。那你刚干嘛让他上医院去？他们医院也真是大过年的，咋这么多事儿？人人都想生新年宝宝，你想那医院能不忙吗？那医院拿他当铁人使了。妈，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家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让您费心了，文杰也累得够呛。医院里的工作那么重，又操心天天上学的问题，那我哥那儿又横插一杠子。你想，这些事儿是劳神又费心，他能不累吗？这事儿啊，你回去跟你妈说去。我是要跟我妈说的。妈，我还想跟您说句贴心的话。我跟文杰都知道，当年要没您帮衬着我们，我们连结婚的地方都没有。就冲这个，您比我妈还疼我呢。有件事，我一直不知道该向您怎么解释。就是沙发的事儿，是我欠考虑。当时我总觉得，好不容易有了新家，新家就得有个新家的样儿，也觉得我们这20年一直打扰您，总该让您清静清静。就忽略了您的孤单。还有就是昨天晚上的事儿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跟您说。妈，您就看在我是您儿子的份上，您别往心里去。小子，这些日子我算听了一个良心话。妈，您一直向着我，难道我就不能向着您吗？我肯定什么事儿都得向着您。你还想说什么？说吧。妈，那房子咱不卖行吗？
为什么？我和文杰再难，也不能用您老人家的钱。何况我们现在过得还可以。我还是那句话，等天天上了大学，您就过去住，想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，成吗？行了，我累了。你要是吃饱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妈，那我走了。文杰，你回来了。嗯。想着手术后有口热汤就好了，还真喝上了。李群说你头疼，我想你胃口肯定不好，就熬了几汤。哎，别光喝汤啊，吃肉。你瞧瞧，你腮帮子都累得陷下去了。我自己来。嗯，行了，吃吧。你不生我气了？干嘛生你气啊？我要生贺家人的气。咱们一定要团结一致，一起起来对付他啊！今天立群表现怎么样？啊，挺好的呀。我看他这两天的脾气比前些日子好多了。你呀，再别跟他窝里斗了。你看干嘛把自个儿的人折腾成这样？那俩招事的，人家不定躲在什么地方看热闹呢，那不中了贺家人的奸计了。咱们头脑一定要放清醒。你说的，行，听你的，我们一定团结起来，坚决不搞窝里斗。对。妈，
妈，妈，哎，哥，是我。咱妈去你那儿了吗？没有。我怎么可能给咱妈气受呢？那也许她到楼下遛弯去了，我去看一眼吧。哎，妈，妈，哎，行了行了，妈回来了啊，就这样。您去哪儿去了？哦，嗯，我下去遛弯去了。哦。哦，我还给天天买了半个西瓜。嗨，家里那么多水果，您买它干嘛呀？他不是喜欢吃吗？哟，您受风了吧？没有。那您中午吃的什么呀？哦，吃了吃了，那做的我都吃了。哦，天天在咱家陪你来着？陪了陪了，刚才他接了同学的电话，才出去。哦，行，那我一会儿啊，我给您弄点药。啊，好。去。您去我大哥家了，他们没在啊。妈，我跟您说过，什么事儿啊，别往心里去，啊。就算我大哥真的有什么想法，那不是还有我呢吗？更何况，我觉着我大哥呀。根本就没有别的想法。您在我这儿住着呀，就踏踏实实的，什么都别想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什么房产证，什么卖房子，都放一边，甭想着。其实我知道，您是惦记我大哥呢，惦记着贺林。妈。我大哥他们也挺不容易的，大过年的，一家三口住在店里头。等过年吧，过了年，家装好了，您就可以搬进新家了。姐，锅里还有热汤，要不要再喝点？我给你盛去。不要了，妈，我撑着呢。妈，您放那儿，一会儿我收拾，您回屋吧。文杰，我想跟你们俩商量点事儿。妈，有什么话就说吧。你看你这。一脸严肃劲儿的，文杰，立群，自打我的脚崴了以后，在你们这儿也住了两个多月了。这段时间让你们受累了，我挺过意不去的。但是我心里呢有杆秤，谁对我重，谁对我轻。你们两口子对我好，妈心里明白着呢。这一点啊，你哥和你嫂子没法和你们比。快别这么说了，妈。文姐，我知道，就因为我，你跟你妈没少闹别扭。没有我在，
你们一起住了20年，也没吵过，不是？但是，我话虽这么说，可是我还得赖在你们这儿，真是没脸没皮的。快，不要这么说了，妈。文姐，就我一个人了，我就别再占着那张大床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搬到客厅里来，我睡沙发，你们俩回屋住去吧。这怎么行呢？就是，妈，你还是……你们听我说，我睡在客厅里吧，我不会看电视的，我不会发出声音，我不会影响天天学习的。哎呀，妈，这肯定不行，你感冒一直都没好。再说丽群跟我在这儿客厅里睡的都惯了，搬来搬去反而麻烦。我还是搬出来吧。啊，你就别争了，文杰是医生，你就听他的啊。可是我，啊，就这么着了。行了，您回屋看电视，剩下我们来收拾啊。行了，走吧，妈。今天回来了，快过来吃吧。我在姥姥家吃过了。见到姥姥了哈。嗯。天天，这次数学考试成绩很不理想啊，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想，是不是应该找找原因啊？这新的学期开始，你有什么计划？我们怎么改进？哎，你别玩了，把它放下，放下。原因就是前一阵子家里太乱了，实在是复习不进去。规划就是等奶奶走了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什么？你嫌奶奶的事儿啊？你要不提奶奶的事儿，我还忘了。今天让你在家陪奶奶，你怎么陪的？让你陪奶奶，结果呢？你自己跑出去玩去了。奶奶在家自己吃冷饭，像话吗？那我同学打电话给我，总不能不去吧？同学重要还是奶奶重要？那我直说了，我就是不高兴。昨天晚上要不是他们在那闹腾，姥姥也不至于回去。何天天，你什么态度啊？我就是学不进去。以前我们在老屋的时候，条件还不如这儿呢。我们学的挺好的。你真的好好挖挖原因啊！我跟你说，下一次再考不好的话，你爸跟我就不会这样好声好气的跟你说了。听见没有？知道了。妈。妈。天天，来吃西瓜。也不想吃，您吃吧。我知道，天天啊最爱吃西瓜了。今天是奶奶专门给你买的。哎呦，跟您说不想吃就不想吃，你干嘛逼我呀？我这还学习呢。奶奶帮我把门带上啊。哦。喂，姥姥。
好。哎呀，好就是好。什么？包裹啊？啊，那是我以前同学。哎，你怎么拆了呀？啊，你干嘛没经过别人同意就拆别人东西啊？你还懂不懂得尊重我了你？这孩子今儿怎么了？怎么就系了一个心呢？我中午的时间特别紧，你看我刚刚出去给天天买了一些复习的书，我还想趁中午看一看呢，一会儿又得准备手术。哦，你看，我就知道你忙，这不就煲点汤，我给你放下，我就走。你瞧，这不放下了，我走了。妈，你既然来了，你歇一会儿再走。妈，我不累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真的不许再来了。知道了。你呀，抓紧喝啊！那我走了，我送你到电梯吧。哎呀，送我干嘛？这是耽误你时间的，真是。哎呦，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你烧得很厉害呀，妈。没事，我回去啊，弄点药片一吃就好了。你哦，你看，差点忘了，这是天天一个同学呀给他寄的。还有一封信，我觉得不大对头。应该是个男生，真的是跟他谈的。那你跟他谈话注意态度啊，现在是他的非常时期。知道。记着，把汤趁热喝了啊。妈，我觉得你还是得看一看。不用不用，我回去熬点姜汤一喝，发泄汗就好了。验血要不了多久。哎呀，快去吧，别耽误你工作了，快走吧，没事。欧丽群啊，我今天还真不能回来了，妈吧病得不轻，啊，你们自己吃啊。我们没事儿，啊。什么？你说天天？哦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嗯，放心吧，我会跟他严肃谈这件事的。好，嗯。文杰呀，哎呀妈，你快回去！你快快快快快快！你回去把天天的事儿也管一管，我自个儿行。我给你做完面条，给你送回来，你赶紧到床上躺着啊！去到床上躺着。天天吧，哎呀，真是的，你啊，你，哎呦，谁？哎，你把啥给我扔了？哎，妈，这个大猪油啊，它坏了。没坏，好着呢。我搁去。妈妈，你看啊，这猪油吧，它就是好着，你也不能吃了，它太肥了。哎呀，我就是炼猪油用的呢。妈，你才验过血呀？你现在的血脂那么高，你要把这大猪油吃下去了，你心血管就全堵上了。哎呀，给我给我，人不吃油啊，行了。哎呀，妈，你怎么就那么不听话呢？妈，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你不能买肥油，
你看你这大肥油吃下去，你心血管全被堵上了。你真是的，我是个大夫，我能说错吗？不吃就不吃呗。你赶紧去躺着。你看你上屋外头那么冷，你就不能出来吗？哎，春天呢？在屋里呢。哦。出来吃饭了，我不饿。啊，出来吃吧，奶奶今天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。我不饿，你们自己先吃吧。霍天天，你太不像话了，啊！你太不像话了。像话我早挂墙上了。嘿，你臭不行是不是？你再臭不行我真给你挂墙上。不是天天，你能不能对奶奶态度好点啊？其实你奶奶呀挺爱你的，只不过她从小没带过你，所以呢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向你表达她对你的爱。写作业呢？嗯。今天作业多吗？多，哪天不多呀？哦。天天。嗯。你们班这个男女生之间有这互相有好感的吗？有啊。多吗？嗯。有谈恋爱的了吧？这个不能告诉你。有没有男生喜欢你的呀？有啊。谁呀？我们班男生都挺喜欢我的。去，臭贫。哎，那你有没有喜欢的男生啊？有啊。谁？我们班男生我也都挺喜欢的。不过呀，我得跟你说件严肃的事儿啊。嗯。我听说，已经有人给你送红心了。我姥姥跟你说的吧？你甭管谁跟我说的，反正我现在知道了，是不是吧？肯定是我姥姥跟你说的，多嘴。你姥姥不是多嘴啊，她是为你好。送红心怎么了？革命的友谊也能送红心啊，一颗红心两手准呗。那革命的友谊非得送红心呢？这不能送点铅笔，送点橡皮啊？这什么年代了，还送橡皮，送铅笔，这都……反正啊，我得警告你，不管他送什么，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把学习搞好，要一心一意的学习，听见没有？其他的以后再说。如果你这次真考不好的话，你妈肯定会给你一顿暴锤，到时候你可别怪我不管你。怎么着，威胁我了还？这不是威胁，我说的是事实。所以啊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别想别的。